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靠将苏心起，经文：靠将苏心起，不将利他生。一切痛苦的来源，就是自私自利的心。如果大家只注重自己安乐，自然无顾其他友情的感受。但是一切友情是共同生命体，大众无关心、无注目的心态，必定会使事态渐渐严重。一旦自己拄到危难时，才会觉察，这个时已经为时已晚。父化父母，身为佛教徒的父母，应该比一般世俗的父母知影教育囡仔。因为佛陀所讲的佛法教育，上基本的拢会当使囡仔得到现世利益。整体时，父母的修持需要一定的程度。如果条件无具足，父母上起码爱有自卑心，言行一致，以身教来影响囡仔。什么是囡仔上需要的教育？除了上起码的生活教育之外，囡仔上需要的教育不是数学，也不是英文，而是中庸自卑之心。因为有了自卑心的囡仔，大汉了后，未成为制造有毒食品、赚大钱的商人，
也不成为制作武器的科学家，不成为底时近利的政客。一个欠少动力心的囡仔，未来的咱，拢可能为长大的伊付出极大的代价。一旦命中，伊搁会坠入三恶道，离乎伊父母骄傲的地位、名声、财富，一点啊拢无路用。一百分的自信，佛陀在《优婆塞戒经》讲：如果有人会当看到恶人、仇家一丝一毫的善处，无追求伊的恶处，表示这个人具有自信。如果冤家遭受悲苦，伊也阁会当争取问候、探讨、治疗其悲患，提供伊所需要之物，就会当知影这个人已经善于实践自心。慈悲之门，如果咱伫个佛教单位做代志，担任义工，为佛教服务，咱的心意义应当小心谨慎。随时提醒自己，唔通有贪欲、嫉妒、私心、宗派之别，更加袂当把佛门之地当作舞台，或者伫个其中经营人脉。每当进入佛教单位的时，爱观想自己进入慈悲之门，也那无三恶道大门为你来敞开。
悲，悲心的意义，升起仁爱友情的心，何有众生安乐，这是自心。离悲心就是见友情受苦的时，离愿意承担，拔除其痛苦。如果只是希望众生远离痛苦，那呢有自心的凡夫，写文也会有这样的悲心。修行者所培养的悲心，是基于自己在轮回中受苦的体会，因此不忍一切友情痛苦，而愿意亲自救度。大乘和小乘的主要差别，如果家己的囡仔落到去水或者是火中的时，咱会奋不顾身地跳入水，火中把他救出。一种爱护、疼惜、下心的心态，就是悲心。只不过，咱来将救护的对象，靠近于七分人、万德修人等一切友情。离救护的目标，就是使所有众生脱离三有苦厄。此大悲心是大乘和小乘的主要差别。菩萨的悲心，佛在《无尽慧经》讲，舍利弗，为什么菩萨的悲心无穷尽呢？舍利弗，因为这个悲心是承办大乘的真道，就参存呼吸是人类的命根同款。
要是人也阁活条的，就会有喘气；离菩萨那也阁活条的，就会有悲心。一切修行的重点，释迦牟尼佛过去行菩萨道的时，种种事迹，无不是出于悲心。例如挂眼施仁、挂把饲鹰、舍身饲虎、救人做恶。世尊过去世这么多救度众生的事迹，无非是要跟我们佛教徒说，一切修行的重点一定要培养悲心。而做菩萨唯有一法，正念法经讲，菩萨无需要学习真济法门，菩萨只要善持一法，一切佛法就尽在其中。什么是一法？大悲心。由于大悲心，菩萨手中自然流出所有佛法。大悲心就参存转轮王的轮宝，轮宝行到倒位，军队就护持到遐。大悲心所到之处，一切佛法随之前往。大悲心又阁参存命根，命根存在，诸根才会当继续存在。命根无存在，诸根拢将失去瓦壳，失去作用。具备这个大悲心，才有菩萨各种学处。
是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新北有一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高平地区六处，金门设有一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伽医护经费，在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我是佑胜，爸爸是全家的靠山。在创世，有超过一半的植物人是爸爸。当父亲因疾病或意外倒下，家中面临惊涛骇浪。邀您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家庭的撑舟勇士，一人一桨，一臂之力，1650一路有您。爱心专线02-2835-7700，心愿小组。老大，我们扛了78年了，室内滴水，墙壁裂开了。坏了坏了，新超峰寺正筹建中，你看老三老四在后面努力撑着，在还没动工前我们都要努力撑住，加油啊。是的，他们是新超峰寺大雄宝殿外四角头台庙角的力士。昭和18年1943年9月30日，自山上旧超峰寺迁移至今78年，新超峰寺拥有300年前由大陆南海普陀山请来镇殿供奉的白衣观音，到此参拜过观音菩萨的信众都感到非常灵验。山门经过岁月洗刷后的灰色调，飞檐翘角，人精神抖擞。殿内主尊供奉华严三圣、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白衣观音以红白色调为主，雕刻线条清晰明快，面容温润的白衣观音菩萨慈祥中却可感受到历史斑驳的痕迹。右偏殿供奉初祖达摩祖师，右手成拳，左手包住以示善意，圆滚滚大眼睛加上露出的门牙，严肃中带点和蔼可亲。左偏殿供奉正气参天关圣帝君，再近一点，圣君对你微笑呢。准提佛母身上的配饰是不是似曾相识？新超峰寺发展至今，在佛教与道教互相尊重融合，所以在大殿内可看到提供宝龟抽签，让信众有与菩萨之间多了一种沟通与心灵寄托的管道。寺里一对一对的梁柱在造型上各有不同，梁上的题字是警醒，是祝祷，细致的雕刻艺术更具历史风貌，保存价值极高。
抬头仰望日式风格的隔天井年久老旧有滴水的情况，所以目前可看到大殿外观暂时性大铁架的罩护之下，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状况得到大大的改善。陶砖下方为年代久远的孤老石地基，可看出有下陷状况。静谧的大冈山新超峰寺的一扇窗一面翻，蒋觉新大师打造的青斗石天宫炉栩栩如生，细腻精致，还有很多值得探访的角角落落。邀您随喜共修修善功德，延续观音慈悲院住佛殿。邮政话拨00448584，00448584，户名新超峰寺，电话07-631-2291，07-631-2291。佛讲了，这些念了辨识咒七颗米，布施给他们做个烟供，四诸恶鬼同饱满，不但饱满，吸蛇鬼神脱离鬼的身体，升天了啊！那经常做的人，诸天善神都来拥护你这个大菩萨，那你就圆满了布施波罗蜜。所以最快的方法啊，平常你说布施好几万呐、几百万，我们做不到啊。但是每天能够做施舍就很容易。一般人呢，跨管不跨给哦，来布施大长老啊、大阿罗汉，就是功德很大，没有错，五百劫不堕落三恶道。但是你别假崩啊，吃一块面包折一块下来，下施恶鬼道一口饭，这个人的福德不是人天果报啊，是菩提之粮、这菩提之粮佛说他没办法算出他的功德，所以为什么下施的悲田地狱啊，经常这个很容易啦，现在这个社会啊到处需要。而且我希望各位多告诉你的外国朋友，我走到哪里都拜托英国朋友、美国朋友、欧洲朋友，你们那边鬼很可怜啊，我们台湾还有这群人在啊，那边没汤家啊，要死啊，要贵要被死啊，所以我也刚刚有个泰国法师来，也是希望他，因为泰国这个南传佛教里面啊，对鬼道是用回向的，没被好家没得吃的。所以呢就没有施食法门。那在家人还好，在家人还会有一个拜鬼神的观念，供给他们吃一些吃一些，拜土地公一样。那出家人就没有这样做了，就比较可惜了。更要推广。因为呢这个是菩提之粮，福报不可思议。所以每次法会各位都要施食一下。而且各位最好每天自己都施食一下，好不好？福寿不可限量。世间的福报寿命也不可思量，更是成佛的资粮。